我感觉纸条都往里带了，都带了带。别给我带了带啊！知道了。太急了。太急了。啊！他刚才跟我说，那个不要那个风，还能到个几天，还能到个几天呀？我等人家拉我。有。我等人家拉我。哈哈。我就不要讲了，我就不讲了。我弄到这风都上来了，今天我可不讲。到了车到了，我开个开心的路去。没有八千，没得多少。嗯，现在八千了。老的呢，爸爸中不了，爸爸中不了。哎哦，还让你去熬了，那就准备点了，这个别人看到了，那欢迎马上接，当领导了，那我就接了。